欢迎来到我的 Pro Gaming 频道，然后我今天要来玩 Force 用第二个 computer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。今天我还是一样没有跑分，我大概到下一组才会有挑战，看挑战的难度来决定我可以得到的。FPS 那个，我经过这个已经忘了。No server is， 那个是 FPS， 这是我最常见到就是 FPS 那个问题，因为 FPS 他们如果图快那个创作的 game 可以决定 FPS。直接进攻他们的堡垒。我现在都只有用 MCA。手机有一个账号，我也是使用那个账号来买一些物品，但是我都不敢用那个账号来打，因为我都是用手机。操控的话，我都是用电脑。之前好像还有一个漏洞，我现在都没有看到。你想我看，几乎好像没有。然后现在好像多了很多，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地方也没了，我找看到。我之前就很早2021的时候，我在玩的时候就看到。好险！哎，那个 game 其实那几个 map 都很好玩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删除掉。哦，还是第四名哎，刚加入六个，我这三个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第三名。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我的主要的 main account 还是 Probot， 基本上我 post 很多影片都在 Probot。完了，啊，大概5可以 reload 的。
娱乐玩家网。进攻我们这边的样子，换成我们的 respawn。我现在绝不能失误，不然我就跑到第三去。哦，其实我手感还是有在记忆的，没有问题。自己收了他们，我自己既被杀了感觉，我完了，没有队友。有第二名，二十，来不及。必须偷袭。哦，还是慢慢出来。但是是五个人，其实我现在应该在录，哦，第二名，19个票，下一个麦。哎，左上角，哎，都是一个哎，但完了哦，讨厌 office， 哎，现在单挑是他八个人，他没有比我好啊，我都已经100多了，
这边有山，直接入啊。我就不知道他攻哪一把，完了。哦，很完了，我走了以后，防守队先。都可以看到他们。哦，这是他。瓦奇放 UBA， 瓦奇放 UBA， 有瓦干一个。讲的美，没事吧？家里面也去 trick shot， 是这么简单的。对，三，那么简单，跑走了。杀伤力较低，抱歉。哎呦，那边有人，那里面有人，我这里还有一个保护秘密，谁会赢啊？是我队友吗？可以的，给你一个。队友才
你们会那么输呗吗？你也走风方向，不应该属于那里。这里可以散步。Heading spot， 散步的正前。两个人就可以得到16个。而比例往往占了一半的。完了。对，他们真的推出了3-3呢？他们是那边的。有。好有。2分钟。储藏柜啊，储藏库，然后在那。
我来不及查，我来读啊。Genetic， Genetic， Genetic， 我要秒杀了。是一分十六秒，我一定可以绝杀。我是 VA， 那怎么 join 的那么晚？我刚结束才 join， 比较无聊。而且他们里面有一个什么？是一群菜。对，我的跳子让22秒一定能杀一个成功，对吗？好了，结束了，好。拜拜，4 3 2 1，好，结束。29，哎，27 28，上次是28，现在29。好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。然后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还会再拍续集。就这样，拜拜。